欢迎收睇无线七点半一小时新闻，我是关可贵，今晚的主要新闻有：夏宝龙抵港展开六日考察，下午见行会成员和高层官员；高才通计划三个月以来推出近万余宗的申请，当局形容受欢迎的程度远超预期；正是访华的卢拉参观华为上海研究所，巴西将会开发 5G 网络，据报会用华为设备。各位